鄭州市委前常委、政法委書記于東輝因為受賄被判監14年，並罰款200萬元人民幣。經法院查明證實，于東輝喺2006至2020年間，利用職務便利同埋職權地位干預司法公正，並為他人安排職務同調動工作，非法收受賄款超過2000萬人民幣。雖然大部分莊款已經退繳，但于東輝嘅行為嚴重損害政法隊伍形象，社會影響極其惡劣，法院依法從嚴懲處。